但是如果他真的很心里不舒服，我觉得乃哥大男人，是，对不对？男子汉，跟他说声道歉又如何？所以你会觉得你很贱这三个字很严重吗？看对象是谁啊？对，我们圈子应该是百无禁忌的。是啊，你说你好贱，我说你不要叫我小明，我小明叫小贱贱哦。绝对不是跟什么冰冰姐或名师的，没有，绝对不是这样。因为我礼拜天还在做，谈的过程中是律师谈的。没有，我跟律师之外还有副总啊，所以大家就坐下跟法官啊，三个法官，两个一个法官，两个律师，所以已经真的进到法院去了。不是协调庭，哦，只有协调协调庭，所以已经有法官在协调庭了。那个叫协调不成才是叫真正诉讼，那协调就结束了。我也不想说把这个时间，大家都是朋友，做完结束就好，不要一直挂在上面，然后礼拜六合约可以空出来。所以中间经过三个月，因为六月份发生的事嘛，现在已经九月，是三个月啦，差不多三四个月以上吧。啊，协调庭之后，协调庭差不多才这就这几次，这两三个月，但之前，这件事情已经发生到二月到现在嘛，对，二月一号才。那协调庭是后面的事情，是那数字大不大？啊，不要谈数字，就谈一个大家气氛。保密协定，如果现在被那还得了？那我在法官面前是什么？哦，你以为大不大？我因为直接被抓进去，不行。钱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嘛，是大家一个。那当然可以把这石头放下。对呀，没有恩，不是像戴外星想那么恩恩怨怨。今年金钟奖会不会觉得很可惜？就是没有入围。我忘了这件事。真的。哦，18号我要拍录也忙啦，我 YT 要拍，好像是魏红的那个，这样吗？所以没有特别关注。没有没有，不能说我没关注，我今年也为金钟奖尽力啦。是，你们都知道了。那你要帮奶哥讲一下话吗？杨秀慧、奶哥都是我的好朋友啊，也没有什么彼此误会。倒没错，再次好。你不要。我说杨秀慧跟奶哥都是我的好朋友，是大家在圈子里面要更团结，是很多事情可能是短暂的误会嘛，解释开就好。你觉得有需要道歉吗？谁？奶哥？算了啦，光哥主场。不是，他也不是有意要讲这件事，我觉得谈不上道歉这么重。但是如果他真的很心里不舒服，我觉得奶哥大男人，是，对不对？男子汉，跟他说声道歉又如何？如果假设。是，所以你会觉得你很贱这三个字很严重吗？看谁啊？看对象是谁啊？对，我们圈子应该是百无禁忌了吧？是，不是百无禁忌哦，百无禁忌哦。是，跟董哥就可以，对，跟伸爪就不行。伸爪常常骂我。拍他，他有骂瓜哥很贱吗？你好贱啊！谢谢，你不要叫，我说你不要叫我小明，有人记不记得？你说你好贱，我说你不要叫我小明，我小明叫小贱贱哦。